今天家里来客人，你们就不能把家收拾一下吗？不能，滚！姐夫，你怎么也玩游戏啊？你看看小妹儿，哈哈，小妹你完了，你等着挨揍吧你！去！大姐，我都饿了，是不是该做中午饭了？你自己是不是没手啊？不是啊，我做的不好吃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大姐，我跟你说个事。我刚才不小心把你香水给打碎了。没要紧，没事。大姐，那香水是不是很贵啊？不贵，摔了正好，那个香水一点都不好闻。你在这里干嘛？啊，回去吸下空气啊。是。